不漂亮呀。嗯。哦。今天晚上又要打包了，你又开始下单了。我要这个米啦，要叫进米啦。这个米好吃吗？这个是2023年晚稻的新米啊，我们这个米没有打蜡，没有抛光，原生态的农家米，自产自销，细长细长的丝香米，又香又软，煮的时候要少放一点水，这米很好吃，吃过的粉丝又要记。老公现在打包。我们这米这样装好，一袋一袋的，一袋就是5斤。这种没有打蜡的米，没有抛光的米，淘米的时候，那个淘米水是很白的，很浓香的那个淘米水，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，就是脱壳。待会我们放封口。今天我们打出来碾出来的米，然后晚上就打包，白天碾出来的。现在帮粉丝称米哦，一袋一袋的称，称好，细长细长的这种米，特别的好吃啊。现在封口，把这米封起来。这个是封口机，这个自家的农家米就直接封口就可以了。封了口，它这个它也紧了，它也稍微紧一点，像一下，它也抽了一点气出去，它没有那么鼓。有那么气在里面，肯定要好打包一点。对，这个机子还蛮好用的哈。是啊。原先我包粽子寄给粉丝的时候，也是用这种袋子，挺好用的，很厚实。我的肚子好鼓呀！你说什么？吃饱了。哟，这么鼓啊！又喝完一瓶了，你看了？这个假嘴巴这么大吃，这个小嘴巴那么大吃，我也说，整天吃。啊，一边吃一边。哇，这包米打得很好，很紧实啊，按都按不下去。哇塞，打得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我们用这个袋子装好，还要用这个编织袋，还要再装一次的啊，这个编织袋，这样这个装起就保险多。快递丢包裹，他又不会说这个米会散出来怎么样，双层保护，然后再加一个盒子，这样打包了这个成本加上这个邮费还挺高的。真好，这样，这样就很保险了，安全一点吗？安全多，从来都没有说这米散出来过，就是说成本高点罢了。妈妈，我肚子好鼓呀！好鼓就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肚子休息一下。我肚子水鼓，妈妈这个米好吃。这个米好吃啊！给爸给妈妈鼓呗。这包是我的妈妈。这里都有几十斤米，这里还没打完，慢慢打，打完一个再一个，急不来的。我吃个香瓜，真的好吃，这个香瓜好甜好香。好了，嗯，今天给你买个榴莲，你天天念着要吃。我都念了半年了，今天给你买回来了。哎，香瓜不能放这里，哎，不要放这里啊，拿着吃。这个怎么那么圆，那么圆啊，老公？圆的是母的吗？圆的是母的，你会看啊，公母啊。抖音上都是这么说，接了就是公的。你是不是一边看抖音一边挑啊？是啊，我有。好臭，小宝。打开吃好不好？不
哪里臭了？叫爸爸杀。那我就会杀死他。哎呦，有点臭。不臭，好香的，叫爸爸破开，叫爸爸摘开给妈妈吃。好像有五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瓣。这个榴莲多少钱？60块钱。六十多，七十块钱了。嗯，70块钱。我们看一下有几房肉。你不要把它割擦烂去吧，老公。会不会很熟啊？这个。是的，就是很熟。还臭呀！还臭呀！好香啊！好香呀！对。不这个看着都没多大，但是好圆。哟，这个皮好薄。哟，怎么那么小啊？也没有说很熟啊。哇塞！咦，好合适啊，不是很熟那种，我尝一下。哇塞！嗯，好好吃，很合适，不是很熟那种，老公。你尝一个。这是我念念已久的榴莲。念了半年哈，我一下就吃了一块，好好吃。一破开我就迫不及待了，好久没吃榴莲了。你说爸妈吃这种味道的吗？他们不吃的。他们不吃的？我们惯那个味道。好甜，好好吃，而且又不是很熟的那一种，很合适。太熟了有酒味就不好吃了。怎么那么小一房呢？真的是。太亏了这个榴莲。哟，你要不要拿一个那个剪果树枝的剪刀？哦，这一房还蛮大哈。哦，这一房还挺多的。哇，这一房还不错。怎么才算两房？我觉得一边一房是双倍的，按我来讲就得四房了。是的。嗯，好香啊！不要把里面扎到了。拔到了就难搞。哎，这一房好像也还不错啊。哎，这一房还不错哈。嗯。好像还挺好的。它这个壳薄是吧？就是壳薄。但是它这个壳也浅，它不深。如果它深，这个更大。因为圆的就是皮薄的，尖的就是皮厚的。尖的是公的是吧？嗯。哇，好扎手！这个榴莲可以拿来晒干啊，老公。晒干放着以后，嗯，给你用。以后你欺负我了，你就跪啊。给你用。给小宝用，天天哭。给小宝用。还有一房啊！哇，这么多房，这个碗都满了。哦，这房好像也不错。给小宝用嘛，小宝天天哭，哭又给他用。这房也不错。等一下再洗澡吧。嗯，好，老公你吃一块，没有了，好香，老公，来给你吃一块。嗯，我吃了小。爸爸给我，你买回来。你吃一块。嗯，你吃不吃？不吃，我还是洗澡吧。啊？我还是去洗澡，我还。给你吃一个嘛。好香的。他不喜欢吃。可以吃，嗯，好吃，好吃吧，好甜是吧？老公，那纸不要丢掉啊，给我播种啊。啊，这么大的纸。嗯，我要播种子纸。我在网上搜了，孕妇可以吃榴莲。好不容易有一个吃，这纸怎么是扁的呀？上次买的我纸上。对。真的。纸和壳都去了几十块了啊。嗯，好香。去掉一半了。吃啊，还有啊，老公。来拿。拿嘛，吃的。嗯，好吃。这个纸都不平不整的。嗯，给你用。嗯。嗯。嗯。他去摸一下。他轻轻的摸一下痛，你看。你看。他知道哎，他好贼，你看，小宝好精啊！你看我一下扳折了，免你还拉哭嘞！这一盒纸，这一盒纸很圆的哈，拿播种，这一盒好圆，老公，嗯、这个纸
吃呢。嗯。再买一个给你哈。嗯，空的。啊，给你。我就是专门叫你买榴莲回来吃，拿这个纸来播种的，老公。嗯，这个来播去哪播种？怎么这么多呀？嗯，那么多，给你吃啊。不知道能不能发芽，这两盒好一点。洗干净，把这个边这种全部都洗掉。这颗榴莲总共有11颗籽，我已经筛选出来了。这边的是好的，鼓的；这边的是不好的，是扁的。然后我用这边的拿来种植，拿来培育苗，看一下能不能培育出来啊。今天吃的榴莲可以多重啊？嗯，1斤8两。1斤8两，那这个榴莲才2斤多。那个吃的肉才是几两啊？那不是，这个榴莲买得啊！我的天，哎呦，壳了1斤8两，还不算籽，那个籽可能有2两，那个肉就是几两了哈、哦！天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